猪肝菌，配海鲜汤。 滋香炭烤牦牛肉，酸辣蟹子流沙糕，苹果酱竹鹌鹑蛋，吐蕃上好的牦牛象颈肉，配上齐鲁之地的苹果研磨成汁撒上，小火炙烤一炷香的时间。 软而不烂，嫩而有劲，香。哼，去，去，我们家主子的菜其实你能给予。哎，主子，还有您最爱吃的黑松露，爆汁疗身。 黑松露爆汁疗身，多吃一点。丑女人，我好心把你带来，你偷我菜。丑，丑，你还一直盯着我看。我没有。嗯、蛇鼠一窝，吵什么吵啊？ 东西送完赶紧走。听说大春儿一向很孝顺，不会太久不回去看他娘。叫人守着他家，只要大春儿找到，一切都清楚了。好，仙儿那边可有波斯商人的消息？请主子放心，杜小姐已经在找其他四商帮忙了。对了，通关雾气一定要放好了。是，兄弟们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嗯，快走吧。嗯，把这些菜都吃完。 您注意休息啊！哎呀，这是谁家的海参呢？滑溜溜，香喷喷的。一颗是偶然，两颗幸运到。 三颗缘分来，希望大春儿没事，希望龙主帮弟兄好好的。嗯、这么多，那是要倒大霉了。